他觉得你那边水中发不想帮太丑了。我那时候还好，我那时候可能是这里下面一点比较瘦，撸到这里之后就是松了，而且是一种被驯服的。松之后我真的被驯服了，就是。要吗？我给你，结果连我自己也不行了。哦，回不来。对，回不来。我不要因为这个上电视，不会了。我喜欢看海，因为不是很喜欢游海。你可能会上那个，你会想要回家那个电视，他那种社会新闻版。我想要回家，痴呆那种的。我也痴呆，我想要回家，找不到家的那种。是想回家也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游不回去。对不对？那小孩一定行。哇。